现在坐在这边，然后再讲，就是达成这三连霸，对我来说还是一样很不可思议。因为虽然说我们一直把三连霸就是放在嘴边，但是真的去达到的时候，觉得，就是不敢相信我们真的做到，对吧？因为就想起之前，很多的一些低潮，不管是我个人或者是球队，然后就是，对啊。你刚刚情绪比较激动，其实是我们很少看到你的这一面，可以再继续谈一下说为什么会有这样感触？你这一季经历了些什么？我觉得，自己就是一路走来，就是，我是自己这样觉得，就一路走来，只是比别的球员还要更辛苦，因为不管是别人怎么样的评价我，然后，或者是在低潮的时候怎么样的去讲我，那，我觉得最对我自己最骄傲的地方是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可以找到方法继续前进，然后，尽管很多的一些质疑，但是我依然站在这边，然后跟球队一起拿到这个三连霸，所以我觉得就是非常的，开心。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形容这个感觉，因为以前只敢就是用想象的，然后你真的去做到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哇，就是哇，我真的做到了，就觉得很不可思议。其实对我来说，就季后赛就是一个蛮漫长的一个系列赛，然后不会因为赢一场球，然后就觉得高兴或怎么样，因为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系列赛，然后就是专注在每一场比赛，然后很开心今天可以赢球，然后希望就是下场可以更专注，然后也把比赛赢下来，这样要认真。那你觉得你自己的心态呢？你是不是也是到了季后赛会更积极备战？因为你今天的表现就是感觉就是特别积极。谢谢。被你看出来，就是你季后赛跟例行赛不一样啊。因为你例行赛，赢一场球，可能对最终的排名不会到就是很大的差别，但是你在季后赛你输一场球了，压力就很大。然后，特别是我们的目标不止在季后赛，所以，如果你现在不开始专注，然后不用力打的话，可能就没有明天了。